近日，在黑龙江贡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一名摄影爱好者用相机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。镜头中的猞猁体态十分优雅，时而用爪子抓身体，时而看向镜头，随后闲庭信步地离开。据介绍，猞猁属猫科，外形似一只体型较大的猫，但实则属于凶猛的中型野兽。近年来，随着贡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越来越好，猞猁、棕熊、水獭等30多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经常在这里出没。